能去想象，当你有点时间，你有多久不看蓝天？在你抬起头时，认真地睁开眼，是否飘来一阵浓烟？为何路里该叫工厂，工厂变成我的故乡？想当你有点时间，你有多久不闻花香？在你呼吸时候，愿不愿张开口？空气是否不再健康？为何渴望地寻找田园？田园种子那么有